好多人啊，百分之六七，六七十的穆斯林，中国的也罢，穆斯林国家的也罢，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就是武功等于伊斯兰，念力这颗草就是伊斯兰姆的全部。伊斯兰姆呢，无非是念力这颗草。这是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他们错误的一种认识。因沙拉在下面的三个主麻要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错误的这一种认识，因为就是这一种错误的认识扭曲了伊斯兰，反映出来的伊斯兰是被歪曲的伊斯兰，是伊斯兰的一部分而不是伊斯兰的全部。所以那些非穆斯林们看到的穆斯林是片面的穆斯林，看到的伊斯兰是观众窥豹式的这样的一种伊斯兰。如果我们不纠正这一个错误，然后不认识清楚，然后把它实践好的话，这一种现象呢还继续要保持下去。伊斯兰它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伊斯兰的基础工程啊，一部分是伊斯兰的主体。大家看到现在这一个大殿啊，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物，风吹雨打的时候呢它肯定不会摇动，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坚实的基础。尽管这一种基础是我们看不见也罢，它事实上存在着呢。伊斯兰姆呢也一样，它有看不见的基础，还有看得见的基础，还有它的主体。所以我画了一个图，伊斯兰是基础和主体组成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圣阿林·斯拉多·斯拉姆说得好，布尼耶里伊斯兰阿拉赫姆辛，圣阿林·斯拉多·斯拉姆说，伊斯兰建立在五件事情上，شهادة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شهادة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وإقام الصلاة وإيتاء الزكاة والصوم رمضان وحج البيت الحرام من استطاع إليه سبيلا. 圣阿林·斯拉多·斯拉姆说，伊斯兰建立于五件事情，念力这颗草，伊斯兰建立于五件事情上。意思是什么呢？这五件事情是基础，是五个柱子，而不是伊斯兰姆的主题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是阿里斯拉顿斯拉姆没有说伊斯兰姆就是念力这颗草，没有，而是说伊斯兰的基础是五个，它就是念力这颗草。所以是阿林斯拉多斯拉姆说，安斯拉图伊玛顿丁啊，法曼的阿卡曼哈法格的阿卡曼丁，我们特勒卡哈法格的哈德曼丁。是阿林斯拉多斯拉姆说，礼拜是伊斯兰的支柱，谁离弃了他，谁就离弃了他的教门，谁要是抛弃了他，
他就坍塌了他的教门。听明白了吧？五间天命，它是伊斯兰姆的基础。伊斯兰姆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二是画蛇添足啊，大家知道吗？啊，伊斯兰姆是已经完整、完完整整的一个宗教，在圣人阿里索拉杜文斯拉姆的那个时代，从圣人为圣开始，一直到圣人阿里索拉杜文斯拉姆辞朝的时候，伊斯兰他已经完美了。23年当中他已经成熟了，有古兰经作证，安拉说安拉在一个非常尊贵的地方，那就是阿尔法，非常尊贵的日子就是阿尔法，并且那一天是主马施亚林斯拉杜安斯拉姆接到了这一章，这一节经文。安拉说，今天圣人啊，我已经全灭了你们的宗教啊。艾利尤们艾克麦利图来库姆迪来库姆，你们的宗教。安拉没有说安拉的宗教，为什么呢？安拉不需要啊，你们需要啊，你们需要用一个教门来打开天堂门啊，你们需要用一个教门找到感谢安拉的正确方式啊，你们需要教门，你们的社会才能和谐呀。所以安拉说，我已经完美了你们的宗教。但是有部分穆斯林认为安拉给圣人的教门还不全，还需要加上一些权，加上一些点，你涂上一笔，我再来填上一笔，我们看这样的伊斯兰才是漂亮的俊美的伊斯兰，是这样吗？啊，伊斯兰圣人阿里斯拉姆的时候没全美，还需要我们来填，来填来改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这一个严重性。如果你对古兰、对圣训规定的伊斯兰姆做了稍微的更改的话，等于你就否定了安拉的那一句话，安拉说我全灭了你们的宗教，你说还没有全灭，查我的这一笔，何等的胆大，何等的放肆。在大殿里面做礼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虔诚啊，出了寺门的时候啊，对待那些穆斯林弟兄们、父老乡亲们是非常非常的毒辣阴险。难道这是一个穆斯林吗？你的礼拜它就是这样的作用吗？谁阿里斯拉杜安斯拉姆说过，曼拉姆坦纳哈乎萨拉图乎安尼里门克拉姆耶迪迪乎伊拉布阿达米纳拉。甚至说，如果你的礼拜不让你停止犯罪的话，你的礼拜会增加你和安拉之间的距离。谁阿里斯拉杜安斯拉姆说过，很多人他从他的礼拜当中只能得到熬夜，很多人他从他的分斋当中只有饥饿和可抗，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些武功它都有它的作用啊。礼拜，阿拉说礼拜会禁止你们犯罪，分斋，阿拉说分斋会让你们敬畏阿拉，抄经会让你们想到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啊，教天课会让你们怜悯你们的穆斯林弟兄姐妹们。武功的作用
在你身上出现了没有？另外，大家知道这个人，这个身体呢，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肉体，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灵魂。伊斯兰它不仅仅是针对你的肉体，它也针对你的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站在这做礼拜的呢，然后你的身体在鞠躬叩头，然后你的海娃你的 nafs 在那像个 elif， 你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吗？啊，你和一个皇上座谈的时候，你心不在焉，你的人和他在一起，你的心却在别处，这是礼貌吗？所以安拉没有说做礼拜的人成功了，而是说各地安抚了哈里穆阿米努那里的人呢，和穆菲所来进行穆哈什恩，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非常虔诚的那些人确实已经成功了。所以父老乡亲们，我们一定要把伊斯兰的五个支柱这个基础呢一定要抓起来，然后要知道它不是伊斯兰的全部，而是基础，然后要知道这五功它有它最终的作用和它的目的，它会帮助你树立伊斯兰全面的一种框架。就像圣人们，就像那些撒哈巴们，就像穆斯林的先驱们，如果你们会变成那样子的一些人，你们向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伊斯兰发展也会像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向世界各地迅速的发展。